来看到了芬兰智力测试机构公布了2023全球最聪明国家最新排名，去年低迷的台湾今年非常的可惜，落后了日本跟匈牙利，位居第三名。数据显示了日本的平均智商是 112.33 夺冠，而其次匈牙利是 111.12， 而台湾则是平均智商 111.09， 紧接着才是韩国、意大利等国家紧追在后。Hello， 我是冯维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